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va， 又嚟到新一集嘅新货推介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嚟睇下今个星期又翻咗啲咩新货啦。今期有 Atomic 1:28 MRSET SF 底盘套装 ，SF 系统比 Double Arm 系统更加容易砌同埋对称，仲容易去作调整同埋 set up。而全新碳纤转向顶板采用了改良过的阿克曼技术，可以实现更轻巧的转向反馈，整体的臂长更加阔，可以增加稳定性和驾驶性能，而且还可以使用提供的 0.2mm 箭片去进行外倾角调整。小小的遥控车带出街定是在室内玩都可以，方便又不压位，师兄就不要错过了。HPI Racing 亦都翻咗 Savage XL 5.9 GTXL 6:1:8四驱大陆油车。XL 拥有 Savage X 底盘，配备咗 Extra Large 3mm TVP 底盘同埋引擎板 ，Extra Large F 5.9 Neutral Star 引擎 ，Extra Large 轴延长器同埋具有全新外观嘅 Extra Large GTXL 6车壳，可以应付任何类型嘅地形。而且它還具有和 Savage X 4.6 GT6 一样的新功能，包括是17毫米铝制六角轮毂，所有六角硬件、新泵把、新车壳、车轮和车胎等等。无论是刚刚开始接触 Savage 还是有玩开的师兄，都可以考虑下这架 XL 5.9。最后就讲一下 Team Power 的 Atomium V5 摩擦摩打。1:10遥控车适用，经改良过后的装配设计可以提高传感器精度，整体来讲磁场一致性、准确性和效率都有所提高。侧电环由专有合金加工而成，实现最小的阻力和最有效的散热，总共有三种 T 数，分别是 8.5T、13.5T 和 17.5T。 有兴趣的话就快点上我们的网站看一下啦。咁今集嘅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，中意呢条片嘅记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咁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